今儿又来个大哥跟我干活呢。豪哥，今儿干啥活？今儿个我们给这树啊，给修这棵砍了，完把那树洞给堵上。这是奥克友，今儿新来个大哥帮他老弟来干活来了。好了，干完大伙再看看。嗯。这个就防止那个浣熊爬上来，有时候到上面做窝去。先把里边虫烧死。不光砍，还得修树的。对。还得和水泥啊。这主人很喜欢这个树，这树受病了，完待会儿搁水泥给它抹上，把虫烧死。对，太多种，不敢再往里掏了，怕把这树掏坏了。嗯，糟了，太厉害。嗯。这个树干完了，咱就还有别的。那边了，那边了没去，那边去完就完事。哦。这一会儿给扔装车里，就扔上了。行。嗯。好，喝点水，来来，哎，好，谢谢。你看这户主多好啊，还给水。拿一瓶大水，拿好水。洗洗手，准备吃饭。洗手洗脸，吃饭了。哎，这小主人两口可好了，猴哥。对。泳池的水是盐水啊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小两口可好，猴哥去买饭去，他说他去给猴，我那大车也不方便，给钱说话不要去，给我买的汉堡，我们哥俩吃顿饭。今儿又来个大哥跟我干活呢，太棒了！你也洗一脸吧，大哥。行，我洗。好嘞，好嘞。今天这个城市奥克维尔离猴哥家60公里，又新来个大哥跟猴哥干活呢。哎，天津大哥。猴哥活也快干完了，一会儿他说这个时候再修修哪，我也不知道。行了，好嘞，好嘞，来吃饭大哥来。这游泳池多好看，小房子300多万，这房子，看这房子多漂亮，种很多菜。啊，他这是干什么？您这是？嗯，这是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啊，这是机器人啊。你看两口小院，把这院打理多好啊！种的菜，菜种的，你看，西红柿，这是什么菜，大哥？这是？这菜长，你看，空心菜，这是空心菜啊？对，摩尔菜，那是第一个是摩尔菜，后面那个空心菜啊。对，我都种摩尔菜。辣椒，你看那豆角。小两口岁数不大，把这院打理真好。哎，好了，我们吃饭。猴哥，吃饭吧。吃饭了，主人给买的。猴哥说：“你买的饭呢？说话不要猴哥钱，猴哥买的。”啊，煮的还真不错。嗯，多好，汉堡，大汉堡，大汉堡，这么大，最大的汉堡，看。嗯。薯条，吃饭了，大哥，吃饭。好嘞，来，开始了啊。这猴哥不是光砍树，还得修树，好嘛？看看，
修上。对，还得拿铁皮包上，灌上水泥。水泥活的还不能太稀了，是吧？对。哇，还得定一下哈。对，水泥要不是水泥干了把它拿下来行，不拿。哦，水泥干让主人拿呗。对。咱就不用来了。这拿也行，不拿也行。嗯。不拿反正不好看。快完活了，豪哥。快了。瞎子磨刀快了。瞎子磨刀快了。快完事了。让树有病就给修。好活。还有一点小洞那上面。上面哎。